國際奧委會今日證實，正係安排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喺北京會晤中國網球名將彭帥。國際奧委會發言人今日在北京冬奧例行記者會上證實，正是安排巴克和彭帥當面會晤，但是就沒有提供進一步細節。 CBC 報道說，彭帥目前在北京，並且已經入住冬奧安全圈內一間酒店。網球女名將彭帥曾經指控前副總理張高麗對她性侵犯，並且同她長期保持不正當關係，之後一度銷聲匿跡。在國際社會壓力之下，他又公開露面否認曾經指控張高麗，外界懷疑他是在官方壓力之下言不由衷。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曾經同彭帥通視頻電話，並且承諾在北京奧運期間在北京同彭帥會面，如果彭帥要求調查性侵指控，國際奧委會將會提供支持。